如果你想看阿尔卑斯的风景，又觉得瑞士很贵，那请你来意大利。意大利的阿尔卑斯风景如画，人文很赞，美食很多元。来到意大利的北部都灵，米兰、维罗纳或者是威尼斯，就近请你来一趟意大利的阿尔卑斯，尝尝这里臭名昭著的奶酪，美味的火腿，还有那阿尔卑斯山里的野味和蘑菇，绝对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意大利风情。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堪称人间胜景。当你来到上帝遗落在阿尔卑斯的后花园多洛米蒂，一切的不快都会治愈。不信我的，那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。关注小刚在欧洲，一起看治愈系风景。